本季的第一次担任全职嘛，对不对？恭喜你哦！那我们当下呢，到底是心里有什么想法可以跟大家分享的？急速的当下就是。有喜欢就别打。有喜欢就别打，就是有球还是打下去啦、啊。还是要设定。还是要设定的，怎么设定？喜欢就别打。喜欢就别打。口罩戴好，不要戴。